来看看他的船。ついて引っ張られればいいと思う。你看，它是特制的呢。自分で作った。すげえ。这是它的渔船。要用脚来划。好有趣啊、哦！我们也来做一艘吧。你看，它现在那个水波就自动，哎，它应该有脚底下有在滑，不然的话不会出去。好酷啊！